古时候的人刻的，就不知道。我而且那个石头那么大，他到底、那个、车、欸、不是车子不会倒，他怎么可能用手刻？那个字很特别哦，不是一般的那个正体字哦。对。而且很奇怪耶，他那个石头那么大，他没有吊车，他怎么上去刻哈、嗯？因为那个路都像这样子。不晓得他是怎么刻出来的。对对对。对用人工呐、啊，人工慢慢用凿的。人工凿的，那要凿到什么时候？就是慢慢凿。它那个石头，我们只有拍大概三分之二，因为有的我们字看不懂，我们就不想拍了。对，看不懂。看不懂的才要拍。比如哈、哦，三个米，下面一个木，那个要念什么？真的念不出来。三个，再一个木。米有三个啊，下面一个木。哦。嗯。招米。三个又再一个木，我会了。三个米一个木，我不会了。对，就是类似那种很奇怪的字。三个又有没有？再一个木是什么？三个又。桑啊。桑。嗯，那个我知道。对啊。三个金，你知道吗？三个金。再一个木哦，没有，就三个金。三个金我会啊。金，对，这个比较简单。